完了，中医这种金饭碗也保不住了。最近一个32年临床经验的老中医和人工智能中医 PK， 老中医还是很厉害的啊，没有问，只是把脉和看了患者舌头，就说出了患者有鼻塞、容易感冒、怕冷、有腰酸的毛病，并快速开出了药方。人工智能医生这边呢，通过摄像头看患者口腔舌头，通过指尖的仪器把脉，通过问答的形式了解症状，这就是中医中的望闻问切，很快也开出了药方。最后是由上海中医院56年经验的沈皮安教授来点评，开出的药方基本一致，就连剂量都一样。中医叫君臣主使啊，君要臣要一样的，就主是要稍微小微的区分啊，主要及大者也基本相当，就是这个主要里边呢，它是多了几位，而且它是少了几位，这是就无关紧要的，次要药都是一样的。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！人工智能为什么能做到老中医的水平呢？它是由上百个国内省级老中医的药方案例和800多种常见病的临床数据，再当中医教材训练而成。别以为这是未来的事儿，它已经在广东中医院、江苏中医院、浙江中医院等三甲医院、很多乡镇医院都已经部署应用了，可以让年轻中医立马拥有几十年经验老中医的水平。这样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快速普及到国外了呀？